泰国一直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泰国政府最新目标是要在2025年招待4000万个旅客，而布吉拥有阳光与海滩，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是继曼谷之后最多旅客去的地方，加上生活成本低，物价比曼谷低 15%， 亦都成为不少外国人选择退休的理想地。事实上，当地物业市场发展蓬勃，布吉过去两年地价升了三倍，公寓亦都升值 25-40%。 根据泰国的房地产事务局2024年第一季调查，低层住宅和公寓的新增投资就有14亿7千万美元了。岛上更加有500个活跃项目，总价值高达128亿美元，比2020年疫情前水平更高啊。你有没想过在泰国布吉成为高级度假公寓业主，投资成长潜力更加预计每年有8-10厘，无论是自住定是投资都一定不可以错过。讲紧的正是由盛智文主理的兰桂坊集团倾力打造的低密度高端公寓 Sudara。而 Sudara 不是兰桂坊集团第一个在泰国的发展项目来的，他们在布吉第一个旗舰项目就是顶级度假别墅品牌 Andara Resort and Villas Peak Season， 一晚要大约8000元港纸的。今次 Sudara 同样是由 Andara Resort and Villas 的专业团队管理和提供礼宾服务，全方位照顾住客每个需要，给到你五星级奢华的住宅体验。We do so much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everything that we do has to have a style. Luxury is about style. It's about people looking at something and saying, wow. 而且项目已经勇夺两个2024年最具应受性的泰国房地产奖项，质素绝对有保证。Sudara 坐落于布吉岛的西面，病涛的心脏地带。冰涛近年成为时尚的高级度假区，吸引不少高端外国家庭和情侣来度假的。项目距离著名的冰涛海滩只是5分钟步行距离，海滩长达6公里，以水清沙幼闻名，是继巴东海滩之后布吉第二长的海滩来的。附近 Beach Club 林立，尤其是 Catch Beach Club， 是布吉岛最出名的打卡点，只需要大约3-4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家可以尽情享受水上活动和美酒佳肴。生活机能方面同样优越，大约6分钟车程就去到购物中心 Boat Avenue 和 Porto de Phuket， 附近有不同的酒吧餐厅，更加会有夜市，7分钟车程就去到 Golf Club。区内亦都有完善的医疗配套和国际学校校网，只需要半个钟就去到布吉国际机场，联通世界。正如盛智文受访时提到， Sudara 的优势正正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At the moment, Bangtao, where Sudara is located, is a very hot area. 而另一个优势就是 Sudara 的设施非常丰富，住户就算足不出户，同样能够无时无刻享受度假生活。设施方面，设有50米奥运标准泳池、健身室、瑜伽露台、儿童俱乐部、户外多功能区、lounge、cafe 等，仲提供1-1地下车位，配备充电装置。项目第一期一共有220个单位，提供1房到3房选择，仲有特色单位，连花园或泳池，数量有限，绝对是抢手货。面积介乎559尺到1550尺，入场价由220万港元起。Sudara 面积平均比一般布吉盘大一倍，添，无论是自住定投资价值都兼备的高质盘嚟噶。I always like people to make money. I hate for the developer to make the money and the people don't make the money. So we always try to give back. And every project we've done.Everybody has always benefited a lot. 有兴趣的投资者记得把握机会，立即登记出席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举办的 ABC Property Solutions 独家讲座，了解更多关于 Sudara 的资讯和索取第一手价单。